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乐华娱乐的毕文俊。也从来没有面对过舞台，就特紧张。乐华娱乐练习生拿第一的有毕文俊。第一次上舞台很紧张，都没有发挥出自己就是完全的实力。今后就是努力练习，把跟大家的之间的差距就是追赶上。为了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我，所以要更加努力，加油，毕文俊。接下来公布第26名的练习生，恭喜毕文俊。他一共获得来自全民制作人投出的227760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7名的练习生，公布第12名的练习生，恭喜社长毕文俊。恭喜文俊，排名进步很大，加油加油。感谢全民制作人给了我一个既惊吓又惊喜的一个礼物，让我走到了前20。要稳住，更加加油去准备下一次的舞台。无谓的牺牲，战火焚鸡腾在下沉，对远古的神有谦卑的身份。做好自己的努力，然后其他的交给命运就好。把自己该做的、能做的都做到，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要迈出的那一步。两段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。你看他永远都比较稳。这几次舞台下来，感觉自己一次一次在成长。我们恭喜毕文俊。文俊，感觉自己被认可。然后可能这一段时间，无论是对自己的，还是这个关于整个团队的，我觉得也没准足够吧。这世界太多烦恼诱惑，半空中偶尔会有颠簸，你却守护我安全的降落。耶耶，以欣赏的角度，完完全全的那种开心放松，让大家看到这个舞台。流星勾引月圆，梦圆破晓过雨。不管结局怎么样，自己拼过了，我觉得就不后悔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